无论各位观众对 Deep Web 嘅认识有几多，相信你哋都知道佢哋嘅存在。有啲人觉得佢哋系带嚟自由嘅正义使者，有啲人觉得佢哋系制造混乱嘅恐怖分子。佢哋嚟自网络世界嘅深处，佢哋叫自己做 Anonymous 匿名者。匿名者呢个组织嘅大多数成员都有一个共同嘅理念，亦都有一部分人系黑客主义者。作为一个网上组织，佢哋冇固定嘅领导人，可以话系非常松散噶。但是他们每一次行动都凭着他们的共同理念显露出非常犀利的行动力和号召力。匿名者的黑客主义在他们出现之前十年已经开始成为网络文化的一部分。黑客主义是在1994年由全世界最早期的黑客组织 CDC 死囚崇拜的成员所提出的。CDC 这个组织成立于1984年。直到目前为止他们仍然活跃于网络世界和 Deep Web 的。亦都有消息显示他们有部分成员是有直接参与匿名者的行动的。而这个组织所提出的黑客主义与普遍大众所理解的黑客不同。他们大部分人都不是为了钱或者一时贪玩而走去进行破坏或者散布电脑病毒，而是进行一些技术性的研究、讨论和发明。但当然他们亦都有一班人会用这些技术去进行网络犯罪。这班黑客主义者所追求的就是资讯的自由。而受到呢啲理想主义影响之下嘅产物，就出现咗维基解密、自由网，甚至系我哋平时都会用到嘅一啲开源软件等等。虽然整个黑客主义系包括咗好多技术同埋文化层面上面嘅内容，并唔系三言两语可以讲得晒嘅，但系透过我头先简短介绍嘅呢一段历史，我哋可以见到佢哋为匿名者嘅出现建立咗基础，甚至可以话佢哋系匿名者嘅雏形嚟嘅。但因为当年他们的技术门槛过高，同埋电脑不是好像现在咁普及，所以他们始终没办法可以做到好像匿名者这样成为网络文化的一部分。直至到2003年，匿名者这个概念才出现在美国的一个知名的贴图版 4chan 上面。但是在匿名者刚刚形成的早期，他们并不是一个实质的团体，亦都没有做出一些什么关于黑客主义的事件。对于 4chan 的网民来说，他们使用匿名者这个称号只是因为恶搞和觉得好玩。当时也有人用匿名者的名义去进行一些恶作剧。但是匿名者第一次和黑客主义联系起来是要去到2008年的。在那一年，网民以匿名者的名义发起一连串的游行，反对一个新兴宗教山达基教会。这一次事件将山达基教会和网民在互联网上面的冲突带到来现实世界。在美国各地有很多对山达基不满了很久的民众都纷纷加入这次行动。与此同时，也有一班黑客开始有组织地攻击山达基教会的网站。这一班网民开始设计属于匿名者的头像和 logo， 甚至开始统一服饰，在游行的时候使用 Visa 面具。而经过这一次行动之后，匿名者慢慢成为一个实质的团体，也都受到传媒的留意，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之后，匿名者一路都活跃在网络世界，越来越多的网民尝试加入他们，或者是以匿名者的名义活动。这一班新加入的人甚至是一部分是连基本的网络安全知识都没有。但是就算是这样，匿名者依然是持续地影响网络世界的。他们不单止参与了很多国际性的政治事件，例如是支持阿拉伯之春的特尼西亚行动，或者是报复 3K 党的 KKK 行动等等。他们也都有攻击一些 Deep Web 里面的犯罪网站，例如是一些儿童色情的网站。他们会黑及这些网站里面去删除上面的资料，或者是将会员的资料公布给传媒。将来我都会揀几个匿名者的行动去跟大家讲解一下的。而匿名者的行事作风都令社会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匿名者所做的事可能是犯了法，可能是造成很多破坏。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是符合他们的道德标准的。虽然我没权力去断定他们的行为是啱定是错，但是在最后也都会呼吁大家千祈不要去尝试加入他们，也都不可以做任何犯法的事。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可能永远都回不到转头。接下来我还会整更多的影片的，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 channel， 或者上 Facebook 给个 like 都可以的。